一老太太为了生活用头撞车碰瓷儿，车主劝解说，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你换辆车吧。老太太站起来称是为了救儿子。你干点啥不好啊，你干这行啊？我行车，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你看看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你换个车，你换个车。你干点啥不好啊，你干这行啊？我儿子让人都害了，我干啥？你害了，你不能害我们呢。我是为了救人呢。你救人，你找公安局啊。上中国了，我没有手机，你快报警吧。你找公安局啊，我媳妇有行车记录仪。